姐妹平安，我们自卑祷告寻求主面，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抓住神医治这地的应许。白天和黑夜，主我呼求你，我们抓住你需要医治这地，我们举心寻求你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你就决定为我们祷告。转化我国家，医治这地，彰显你荣耀，让我高举你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求你来转化我们的国家，医治这地。哦，主啊，只是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盼望看见复兴临到这地。主，因此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自卑祷告在你面前。主啊，也能够常常在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主啊，你说，当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主啊，你必要来医治这地。主，谢谢你，让我们也相信，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你必要来医治这地。主，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要很快的看到，主啊，台湾被转化，台湾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家，是高举公义的国家。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第24章第20节，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船。醉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我们再来看诗篇32篇第3节、第4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
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弟兄姊妹，我们提到我们要看见转化，我们必须要先推开我们心灵里面黑暗的权势，我们要推开宗教的灵，我们要推开沉睡的灵。今天我们要提到我们要推开沉重的灵。弟兄姊妹，宗教的灵、沉睡的灵的背后，其实跟罪都有关系。而为什么罪然后在我们的里面会变成一种沉重的灵？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我们，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当我们按着神所创造在我们的里面圣洁跟公义这样的一种形象在我们里面，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命非常的喜乐，我们的生命会非常的轻松。但是我们会看到当罪进到我们里面，当那个宗教的灵、沉睡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也就是那个罪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罪就成为我们非常沉重的负担。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那里说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沉重，其实神的手常常是托住我们的手，神的手、神的膀臂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力量。但是神的手为什么会变成好像是沉重？其实不是神的手沉重，而是因为罪恶，我们不肯真实来到神面前，我们真实悔改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罪在我们身上就成为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老我跟肉体。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的劳苦重担？那个劳苦重担不只是工作的压力，那个劳苦重担不只是我们好像整个环境，我们所遇到的这些环境，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感受到劳苦重担。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劳苦跟重担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当然另外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我们会看到，看见当我们故意犯罪，不但是犯罪而且不肯悔改，而且我们故意犯罪，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我们曾经认罪曾经悔改，但是我们仍然在罪的里面，而且那个罪成为我们故意犯罪，那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而我们把神儿子耶稣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在这里说我们要想所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弟兄姊妹，当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肯真实悔改来到神面前，我们看见我们就会感受在我们生命中间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沉重压在我们身上，而以至于我们看到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感受到我们灵里面受到压制，我们整个来到神面前，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的敬拜也好，我们的敬拜没有办法自由的敬拜，好像我们在那里有一种压制，使我们的敬拜在一个不能释放，我们的祷告好像也是在宗教的里面祷告，不能真实活泼自由的来祷告。而沉重的灵带来更深沉睡的灵，也带来更深宗教的灵。而沉重的灵、沉睡的灵、宗教的灵彼此影响，
以至于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里面感觉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祷告，我们灵里面一直感觉到是被压制。刚刚那的圣经里面说好像塌陷一样。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像感觉好像整个塌陷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好像塌陷了，甚至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教会好像塌陷了，而且好像站都站不起来，感受到好像耗尽孤干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会看到常常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知道里面有一些罪，我们不肯来到神面前来对付，我们不肯真实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里面是孤干的，我们好像要站不起来，我们没有办法来面对所有这些黑暗的权势，以至于我们会看到我们所期待的合一，所期待的转化是遥不可及的。为什么？因为罪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压力，以至于我们的关系恶劣，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一个恶劣的关系，所以不但没有转化，而且越转越坏。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靠主，我们能够把沉重的灵把它推开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效法大卫，我们真实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大卫他犯了罪，他犯了奸淫的罪，大卫他不但是这样，而且他借刀杀人，杀人，但是大卫来到神面前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我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什么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罪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不肯承认的时候，就成为很重很重的压力。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犹大犯罪出卖了耶稣，他沉重到一个地步，后来上吊自杀。但是彼得，我们看见却不是，是他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他真正的悔改，而悔改以后，我们看见那个沉重的灵就离开了，他能够成为神手中重要的器皿，能够建造教会，能够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大卫身上，我们从彼得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时候在我们里面感觉沉重的灵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来到神面前，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而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赐下那个乐意的灵在我们里面，重新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而我们看见让我们得着救恩之乐，神啊，求你把乐意的灵来扶持我。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就再一次经历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弟兄姊妹，不但是要这样，我们要持续的有一种认同性的悔改。罪过沉重，不但是沉重在人身上，而且使地悲哀衰残。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会看到不但是我们心灵里面沉重，好像我们也看见整个罪在这个地上是一个被因为我们的罪，所以使地在那里来衰残。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那里，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也说，地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船，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所以
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真实的悔改，而且我们有一个甚至为我们过去历代的祖先所犯的罪，我们有一个认同性的悔改，而且我们来到神面前亲近神。耶稣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们服事很重，好像我们的工作很重，我们家庭的压力很重，但是其实最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劳苦重担。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当我们卸下我们的劳苦重担，我们来把重劳苦重担卸给神，而我们经历在主的里面得安息，得享安息，而我们也经历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好不好，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特别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说要推开宗教的灵，推开沉睡的灵，推开沉重的灵的时候，其实这些灵好像巨人一样，是不容易推开的。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让我们训练我们属灵的一个肌肉，以至于我们刚强有能力能够推开这种沉宗教的灵、沉睡的灵、重这个啊沉重的灵。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祷告。所以说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主你来赦免，谢谢你说仰望仰望你，哦主你是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主，耶稣主啊，我们重的灵哦，我们要在你的里面来找丰盛，要来找荣耀，我们一定要刚强壮的这样的人才能够为你们来说话，所以你这么的感谢，在你身上我们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在荣耀充满，谢谢耶稣，谢谢你的能力充满在这个地方。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平安。Amen。 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来帮助我们推开沉重的灵。Amen。 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真实的能够卸下重担在你的面前，主啊，竭力进入你的安息。阿们，是的主啊，我们要进入你的安息，主啊，是的，求你圣灵帮助我们。Amen。 主啊，这个时候求你使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Amen。 哦主啊，你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主啊，这个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所有沉睡的灵离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有沉重的灵现在就离开。Amen。 主啊，让你的灵浇灌下来，主啊，在这个地方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你的自由。主啊，我们相信你是掌权的主，主啊，你将那个自由的灵浇灌下来，浇灌在你的儿女身上。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天看报纸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这些坏消息，我们觉得很沉重。为什么我们的土地好像在这样的一个沉重的里面？包括我们知道最近的禽流感，不管是在中国在台湾，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在美国不断的发生的爆炸的事件，我们看了心里面非常的沉重。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再次说，主啊，这些事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是称为神名下的子民，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为还没有悔改的，还没有真正深刻对付的罪，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认同性的悔改，以至于我们推开教会、城市、国家沉重的灵。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就是说我们来到面前仰望，恳求主赦免，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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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地方，主啊，那自由现在的运行在这里，主啊，运行在每一个家庭里面，运行在每一个社会教会里，让我们的国家的社会充满神圣灵的运行。是主啊，我们要来呼求你，主啊，你圣灵运行在这地，主啊，你的怜悯要临到台湾的每一个地土，主啊，我们为着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教会来向你献上呼求，主啊，我们呼求你的名，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祷告寻求你，哦，主啊，我们要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为着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所有的自知与不自知的罪，我们得罪你的一切，我们现在恳求你的赦免，主啊，你赦免这地的百姓，你赦免这地所有的一切的过犯，我们要宣。主啊，这地的要脱离罪的捆绑，要脱离黑暗的辖制，愿你的圣洁、你的公义要领导。Amen。 主啊，我们向大卫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承认我百姓的过犯。主啊，今天早晨你要把赦罪的恩典赐下来，主啊，你赦免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把荣耀归给偶像，主啊，你赦免我们，这地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我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大大得罪了你，主啊，使得我们在你的面前是那样的沉重。主啊，我们要推开教会，推开这个城市，推开国家这个沉重的灵，那赦罪的恩典要临到这块土地，耶稣你的宝血要来洁净这块土地。哈利路亚，十字架要被高举起来，叫万人都要来归向。弟兄姊妹，我们不但为台湾祷告，我们现在我们特别来为印度来祷告。我最近几年有几次去印度，跟那边的教会，跟那边教会的领袖一起聚集，但是我一踏上印度，我就感觉到整个这个国家是在一种沉重的灵的里面，那个沉重的灵不只是因为宗教的灵充满在这个国家，沉睡的灵甚至在教会中间，那个沉重的灵整个压的整个印度这个国家，好像很难看见在那里有真实的释放跟喜乐。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印度是神所爱的，印度这个国家要进入神的命定，因此我们 在这里，我们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为印度，我们一起求主来赦免。当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家里面那一种重男轻女，不但是女性在这个地方很沉重，而我们看见事实上那一个男性这样的一种压力所带来的，不只是在女性身上，在男的身上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凌驾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甚至他们那些有些女的被强暴，而在强暴的里面所受到的一些里面的痛苦。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当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祝福印度这个国家，来祝福，同声开口来祷告，觉出我们仰望，求你来，恳求主你，谢谢你，主啊，你欧洲印度，主啊，你要让他们进入这个欧洲，你让印度这个国家从宗教的灵出来，欧洲从沉睡的灵出来，从沉重的灵出来，觉出我们仰望你，仰望你，求你来，恳求主你来施恩。哈利路亚，主啊，你是主，你是印度的主，求你，求主施恩，谢谢耶稣，在圣灵的里面来祷告，在圣灵里面来为印度来祝福，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站在印度众教会的位份上，主啊，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得罪了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主啊，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废了冤仇。主啊，十两下合而为一。主啊，如今我们要说，求你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过犯，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过，好叫我们得以在你的光中见光。哦，主啊，好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主啊，因此我奉耶稣的名祝福印度的众教会。哦，主啊，在你圣灵的光中
中，可以推开一切宗教的灵、沉睡的灵，还有沉重的灵。阿门。哦，主，我们谢谢你，叫我们众百姓可以扬起脸来。哦，主啊，就是亲近你。哦，主啊，就是单单依靠你。主，因为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那里来，你就要使我们得安息，你就要使印度众教会的百姓得安息。哦，主啊，一切的衰残、一切的悲哀都要过去。哦，主啊，你来医治印度百姓。哦，主啊的心，你也来医治印度的土地。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再次为印度来祷告。当印度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主啊，我们今天也为印度的教会，我们站立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求你赦免我们拜偶像的罪。主啊，因着拜偶像，我们也看见主啊这样的一个阶级制度、种姓制度，主啊这样的一个沉重的恶也加在许多人的身上，许多人一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阶级制度当中里面不得翻身。主啊，甚至于我们也为主啊这个男性羞辱女性、不尊重女性这样一个沉重的恶加注在整个印尼、印度这些妇女们的身上。主，我们向你来认罪，我们求你来挪开这些沉重的恶，让印尼有光照在他们当中，让印尼一切的灰暗、一切的这些沉重，主啊，被推开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求你自己帮助你的教会能够再一次自卑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主，你应许说你必要医治这地，你要来医治印尼这块地。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啊，来到你面前仰望，你是主，你是印度的主。主啊，我们要看见要来的这两年，你要在印度做奇妙的工作。祷告奉主的名，阿们。